大家乘坐游轮来到熊本熊岛八代，让我们开始一天的行程吧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圆形分水，这是一个小型的水利工程哦。我们现在在熊本县的山都厅，我身后的通润桥马上就要放水了。我们现在在通润酒造的宽正档招待大喽，干杯！好了，各位，上船之前，让我们在熊本熊岗八代看一眼灯笼表演吧。